会跑不动，或者是你的格式等等问题，我们都有附免费的转档软体。所以像这个就是拍完 UHD 之后，我们把它转成 4HD 的部分。好，这是当时随手拍的天后天色的一个变化。那当天天气比较阴，就是有点云的笼罩哦，所以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说，即便转成 4HD， 它其实画质也还是很好。好，那我们回到 slide 部分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我们是可以提供给消费者一个比较偷懒方法，因为相机就直接帮你做转档，所谓的编辑成 UHD 的部分。